当音乐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它原来的范围了，过去从僧人的这个法事活动的音乐发展到今天，很多现代的音乐人哦，纷纷发展出创作出属于现代的佛教音乐，而我自己呢，刚才有演唱的两首曲子，也是属于这个方面的歌曲。马上上来这两个节目也是这样的歌曲，是吗？首先呢是北京灵光寺的佛乐，继续下来就是现代佛教歌曲《情缘》。Thank you.